记者今天从广州市人社局获悉，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，广州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从130元每月调整为150元每月。本次增加待遇从7月份起补发，在11月15号之前发放到位。据统计，广州将有42万城乡老年居民受惠，城乡居保平均养老金将达到496元每月。